青春读书，看我们读什么书。今天读的是《美丽新世界》。你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的作业系统是什么样子？他能拥有独裁国家的行政效率，然后拥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意志，经济上可以有共产主义的公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意愿。